需要考量的是这些丰富的游戏玩法内容与不同玩家的游戏追求能否达到统一。不同于一般生存沙盒游戏，除了生存建造以外，帝国神话还为玩家提供了丰富的角色扮演以及玩家影响世界格局的游戏设定，从而提升整个游戏的可玩性自由度。虽然没有职业之分，但是游戏为玩家提供了25条不同的技能线，上百个不同的天赋。通过日常练习，你可以在帝国神话中把自己培养成某一方面的能手，也可以通过招募 NPC 或者通过联合其他玩家来补全自己的短板。玩家之间的竞争也非仅限于某一个单一世界，而是可以和全球玩家共同推动游戏格局历史演变的车辙。帝国神话的游戏背景设定在战乱纷飞进而民族融合的古代东方大陆，因此从游戏角色设定理念上讲，不同于市面上传统游戏和电视剧的形象设定，而是通过更加多元化的设定方式来展示古代东方帝国的格局风貌。因此我们在角色外貌装束设定上，除了考究当时中原地区的盔甲造型之外，也引入了很多少数民族甚至是西域地区的设计风格，然后结合当时的战乱氛围进行了二次创作。我们角色的裸模采用的是比较先进的数字拟人系统，为了让玩家在创建角色时有更多的选择，我们为角色面部增加了近百个模糊变形，可塑性非常高，可以让玩家自由创作出自己喜欢的角色形象。另外我们收集了大量的真实人物面部资料用于虚拟角色的创建。皮肤质感方面，我们采用数字人像技术，通过 skin 增加皮肤的细节纹理、三死贴图、微扁面法线等多种纹理贴图结合，让皮肤质感看起来更加逼真。而毛发方面，我们则采用了虚幻引擎的 Groom 毛发，基于发束的物理模拟，让头发飘动更加自然。在角色的服装设计方面，基于大量史实参考，搭建高模和材质都力求还原真实。针对角色套装，还制作了基于裸模的猫服变形，方便创建出不同体型的角色着装。游戏中为了使角色外观更加多样化，我们通过设置模型大量的顶点变形数据来精确控制每个可调节的部位，通过附加形态各异的毛发、胡须和纹身来满足玩家对角色外观的个性化需求。以这套技术为基础，我们创造出了成千上万个外观各异的 NPC 角色，通过精确控制生成的外观和蒙版数据，保证了各个应用场景下 NPC 角色和衣物的整体美观。目前在帝国神话的测试版本中，道具的数量多达1200多个，这些道具绝大多数都需要玩家在游戏中亲手制作，每种类型的道具都有对应的生产流程。我们参考了相关的制作流程和工艺，在经过评估后保留了最有趣的核心部分让玩家体验。比如制作装备武器，前期玩家可以用草绳和树枝制作一些简易的装备，为生存提供基础保障，但随着玩家探索的深入，可以通过纺织和制革的技艺生产铠甲，以及冶炼钢铁锻造高级武器，提升整体的防御力和攻击力。通过不断积累，最终可以形成游戏世界中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除了兵器装备，
玩家还可以选择躬耕于野、烹饪、酿酒或者制药，为势力提供后勤支持。为此，我们也设定了符合时代背景的种植、烹饪、炼丹、酿酒的生产体系。建筑体系对于沙盒游戏而言非常重要。根据不同材料的获取难易程度，我们设计了多种建筑风格，比如在山林中常见的木质建筑、坚固但不美观的夯土建筑，以及构筑城池时大量使用的砖石建筑。此外，随着当时青铜、铁等金属被广泛运用，我们尝试在木头和砖石的材质中加入这些金属元素，让建筑看起来不仅牢固，还具备很强的视觉冲击力，从而成为玩家的终极追求。在细节上，我们希望可以把东方古代建筑的特点风格应用到建筑模块中。我们将房屋拆分为阶基、柱、墙、门窗、屋顶与瓦饰、檐、斗拱等组件，并且每个组件都按照它的原有结构再进行拆解，使玩家在搭建建筑时切实体验到一砖一瓦的垒砌感受。我们希望可以让全球玩家感受到东方古老文化的魅力。潮湿的雨林到银装素裹的雪山，从壁立千仞的山地到一望无际的平原，我们打造了11种地形地貌，山川河流应有尽有，依托不同的地形地貌，不同的飞禽走兽、花鸟鱼虫，又延伸出8种不同的生态系统，盘踞一方的人物 NPC， 独具特色的生活风貌，构建出6种不同的势力阵营，加上真实的昼夜时间以及天气系统，为玩家提供了一个趋于真实世界的地貌、自然生态以及人文体系，任玩家驰骋其中。在帝国神话的场景构建上，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着手，一个是地形地貌上的，一个是生态植被上的。所以在研发前期呢，我们通过了 Google Earth 收集了大量的真实地貌的参考，通过专业地形软件进行基础地形的塑造，来模拟地貌的风蚀啊、水蚀、河流，还有各种山形地形，再结合地形工具的各种节点算法来安排各个生态区域的地表材质，最后通过 Unreal 呈现出相对真实而且具备探索趣味的地貌效果。在生态这块呢，我们在设计环节上根据大量的自然文献资料，首先是建立了各个生态的树木的品种和分布的思维导图，然后再去结合野外对实际植被的观察，所以我们为每一个生态中的岩石、树木、灌木还有地被植物进行了设计的组合，来确定植被在每一个灌层上的密度和有构图上的走势，再结合地形的坡度啊、光照角度、海拔高度这些相关的生长条件，把主观审美上的感觉量化成了重复的可以实现的美术规则。再由 Unreal 的程序化植被生成工具呢，结合之前的规则生成了每一个生态的花草树木、岩石沙粒，甚至是玩家可以采集的每一块矿石。为了让玩家拥有更好的真实环境体验，结合大世界中不同地貌结构，我们对其进行了更为细致化的区分，来凸显不同的生态体系。比如针对草原，我们希望呈现给大家的是更为宽广的视野、清新纯净的自然感官，雨林更像我国南部的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天气环境效果，潮湿温润，云雾缭绕。沼泽地区拥有比较恶劣的生态环境，环境能见度更低，瘴气丛生。除此之外，毒虫鳄鱼肆虐。雪山地区则是参考了我国长白山地区环境特色，来模拟大雪纷飞的天气效果，营造寒冷的雪山气氛。高原也是帝国神话一大特色的地貌，这里环境干旱，有一定几率发生沙尘暴，生存环境相当恶劣。结合我们对于帝国神话写实风格的理解，以及大量实地资料，我们打造出更为多样化的场景区域特色，让玩家真实体验到移步换景。动态天气是帝国神话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同时在美术表现上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首先是昼夜系统，我们通过时间轴、控制旋转位移、两盏直射光来模拟真实情况下太阳和月亮在天空中的运行轨迹，动态修改引擎内光照和物效组件的强弱、色温等一系列参数，来模拟太阳的东升西落和夜晚的皓月繁星。其次呢是体积云，在我们开发的动态天气系统里，云层表现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真实世界中，云层有高、中、低三大家族，它们受气流和温度的影响千变万化，不同的天气会有相对应的不同的体积云形态。在我们游戏世界中啊，我们也模拟了这些真实的云的形态和层次变化，通过控制体积云的分布和大小的形态变化，来满足不同天气下云层的动态变化和实时过渡，给玩家带来丰富多样的情绪感受。帝国神话的故事背景设置在古代乱世，战乱无序滋生了各种势力，
这些势力有着明显的风格差异，如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流民，兽皮自傲、占山为王的山岳，袒胸露背、打家劫舍的强盗，身披蓑衣、栖身湖畔的水贼，还有叛军、黄巾军等，这些势力共同构建成多样的人文风貌。我们通过流民歇脚点、山岳小屋、强盗营地、水贼营寨、叛军营帐、黄巾村庄等这类据点的打造，以及不同势力对耕种农田、驻守矿场、守卫洞穴宝藏等世界资源的掌控差异，来进一步凸显势力特色。作为玩家而言，不论是要耕种粮食、需要奴仆，或是收集矿石、打造兵甲，都免不了要和这些势力产生交互。场景中诸多常规势力 NPC 据点基本上都是依托大世界的地形地貌风格植被体系搭建，再根据不同的守军特征进行差异化调整，营造出不一样的